因为破碎表判时间是永远定格在了08年5月12号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体现出地震的三种波：纵波、横波、面波的垮塌形式。对于我们青少年这一块，就可以现场跟他们讲，在发生地震的时候，哪个地方是相对安全的，怎么逃生，怎么自救一个知识在里边。 看到，正前方建筑上边有一面五星红旗。这个地震是残酷的，自然灾害是残酷的。我们在新的人要珍惜生命。钱我的钱，大钱就是我一个。刚活着，由于是那个瓦斯爆炸，我就反应一下就跑过那个一个很大的坑跳进去以后了。 不想再想那些嘛，有时候想多了是头很疼的，晚上做梦的话，有时候那个床颠簸或者什么呀，都以为是地震了，都会吓醒了一样。半十年到现在，但没变过了。